法律问苹果，丈夫阿公过世，配偶分得到遗产吗？有读者来信发问，先生的阿公过世，阿公的子女都健在，孙子女众多，但读者的丈夫过世了，两人没有子女，这样他还能继承阿公的遗产吗？遗产继承人呢，除了配偶之外，那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也包括所谓的这个直系血亲卑亲属。也就是说，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是阿公的子女，如果读者的公公没过世，遗产由读者公公继承，读者和老公无权继承。如果不幸读者的公公和老公在分配遗产时过世，依照民法规定，读者可以配偶身份共同继承到阿公的遗产。不过律师也补充，如果读者的先生比阿公早过世，读者就无权继承阿公的遗产咯。法律问苹果，我们下次见。讨厌，怎么能不看苹果台？苹果台全新上线，6月18日